拿胶带粘吧，胶带能粘上去吗？是不是？点赞一下黄金万两，大家好，我是安德工小米。这边的灯预约了都快一个星期了，今天过来装了。老板说货全部都到了，就等我了。这一大堆。基本上全是吊灯，吸顶灯也有那么几个。我们先做点组装的工作。这个房子这儿这个活已经好几天了，一直没有时间过来干。今天已经推的不能再推了，老板都急眼了，赶快过来给装了。这活比较多嘛，然后又调集了两个师傅，那两个师傅还没过来。我先过来看一看一共有多少灯。那天就和我说，哎呀，这灯挺多的，这一共是上下楼三套这个门面房全部都是打通了，一共四条遮羞布，四条。这个灯没有图纸，就是类似的灯装过，一模一样的没装过，这就是全凭自己的感觉了，就是螺丝啊这些东西自己组装。根据我们装灯的经验，这个就是顶盘固定在顶上的，这是架子。像这种螺丝上个垫片的话比较好拧。然后这边锁一个螺母，这个东西吧，讲一些小小的细节。像我们组装好它这个螺丝孔是长的，那你要定位，定位的时候你就把它放在这个底盘上，螺丝孔不是已经对好了吗？哎，对好以后你再紧这个螺丝，把这个螺丝上紧。这个螺丝固定好以后呢，有个好处啊，就是你装灯的时候你对孔一下就上去了，那这个螺丝你不上紧的话，哎，你对孔的时候就不好对，就是这个样子。所以每个细节吧都应该注意。好了，这个底架就固定好了，一会儿拿螺丝滋滋滋一拧，行了。一二三四五，这五个对应的就是这五个孔啊，就这样的。这个位置呢，它一共有四根链拧在这里。组装好就这样子，这个链子有点长了。新手装灯的时候最容易忽略的就是这个东西。老师傅也容易忽略，越是不重要的东西越容易忽略。当你想要往上弄的时候还没有办法，还必须得拆了再套，这个就麻烦。套这个东西我估计只有洗过猪大肠的应该套得快。这叫什么螺丝呀？我们这土话有一种土话叫这个叫摘丝，摘丝，它没有螺丝头。然后这个经验的判断啊，我跟你说一下这个经验的判断。这个灯吧，你说这边房主又不在，图纸也没有，这个灯主体就是这个样子的。哎，那这个灯是朝下照呢，还是这个灯是朝上照呢？哎，这你纠结吧，对吧？没有图纸，房主也不在，施工的也没有，但是你要看细节啊。这边是两个螺丝，这边有一根电线。哎，你再看这儿，一二三，三个孔，那很显然有一个孔是穿线用的，这个孔就是穿线的。哎，这就是这个样子啊。上一个螺母，Yes. 哎呀，啊，大家好，阿总，今天早上喝点汤。
哇，一个灯要这么大一个图纸，我咋能给它贴到顶上？嗯，这是样板，要把这个样板固定在顶子上，这是固定的位置。拿胶带粘吧，胶带能粘上去。我想到一个好办，咋粘？这上面开几个窟窿，然后贴上双面胶上去。哎，不对，那个胶带，这个纸胶带也贴。出来的效果就是这样的，这是一个俯视图，就这样。对折以后呢，这个就是个中心点，这一个人上去粘。我给看一下能不能成功。刚才把我的一个六角也切了，有点烫。厂家带这个有点小，这他妈的不行。行不行？我试试能不能拧上去。看看这个，直接往里拧。哎，哎，有点小了。哎呀呀呀！哎，真的捅成马蜂窝了。嗯，能看出是个什么造型吗？我也看不出来。人家能钓的不是能钓出个海豚了吗？哎呀，我站在上面已经站了两个小时了，两个脚都麻了。干这活的内心强大，要不然能干崩溃。一根一根这么穿，我总结了一下，穿一根应该是5到8块钱一根，你以后大家就这样算账，少了不合适。老远这么一看，就像悬浮的石头。最难的已经搞定了，剩下这些都是比较简单的。原计划今天一天把这些灯全部搞定，又预约了两个师傅，田师傅过来了，还有一个杨师傅没有过来，临时有事儿来不了了。然后我们只能加班加点的干，今天一定要完。今天干不完，明天的活儿又扎堆了。有一些房子呢，可能预计装吊灯，全部都打了吊杆。装这个灯是最危险的了吧？这儿放了个桌子，那儿搭了个台阶，干的是有惊无险呀。中式风格的装修配新中式的灯，这个效果还是蛮不错的。这些小房子里面的灯几乎都是一样的了，这边是吊灯，另一边全部都是吸顶灯。这是唯一一个水晶灯，上面打了两根吊杆，能撑得起我撑这个灯也没问题。装水晶灯最恐怖的就是穿水晶了，看这些棒棒条条太多了。
30多个灯，光这些纸箱子也差不多能卖100块钱。懒得收了，时间太晚了。不过我也从来没撕过纸箱子。